斯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礼敬彼世尊阿罗汉真等真觉者，礼敬彼世尊阿罗汉真等真觉者，礼敬彼世尊阿罗汉真等真觉者，萨埵萨埵萨。所以我们看到在波罗门品里头啊，一直在讨论什么样的人叫做波罗门啊，佛教的范围内波罗门是另外一个名字介绍，已经称的阿罗汉果的啊圣果的圣人。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偈颂啊，佛陀讲这个偈颂的原因，有一天，从婆罗门家庭，出家，然后当一个修行人的，有一天拜见佛陀的时候，他听到佛陀对他的比丘们称呼婆罗门，然后在这个。成后呢，真正的从婆罗门家庭出来而出家的这位修行人，针对佛陀说：“你应该要叫我婆罗门，并不是叫他们婆罗门，因为我是真正的从婆罗门家庭出生的。啊，我的母亲是一个婆罗门家的，所以。”他们不一定，其他人不一定，我是一定，非常干干净净的，正确的婆罗门家庭出生了。那个时候在佛陀对那个修行人讲讲这个偈颂啊，那我们再看这个什么样的。那这阿含布拉哈门的布米，那非这但阿含我布拉哈门的波罗门布米说，有你将马蒂三巴王，有你将泰森马蒂母亲三巴王生。波瓦迪那么说火地，波瓦迪说铺着那么明说火地为萨吉火地萨金承诺，若火地成为萨金承诺有任何阿金查南阿那达南，阿金查南无人和阿那达南不拿起，当阿行布米布哈克曼南，当他阿行我布米说布哈克曼南波罗门。那这个偈颂里都已经针对哪一位这个修行人佛陀说明什么样的个性的人的真诚的
叫做婆罗门。在第一句话当中，佛陀直接讲，但是我非说婆罗门，我不会说是婆罗门，因为他是从婆罗门母亲的胎神出生的，因为他是因为这样的家庭出生，所以我不会说他是婆罗门。还有另外一个，这些婆罗门的修行人的嘴巴上有一句话，不后不后就是一个他们常念的有些对人家称呼的一个方法。这种话当中有一点点感受到自己是地位是比较高级的其他人的地位是比较低的，所以他称呼别人的时候都会用不惑这个名字。所以不惑瓦地就是说不那个菩萨的菩，这个是不惑的音译菩不惑的音译，瓦地就是说说这个菩萨的。所以你嘴巴上一直一直讲这个不惑所以不会你变成是一个婆罗门。那这个好像什么我们台湾的佛教界都佛教徒不管是在家住家都是怎么样互相称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一个称呼的方式打招呼一样的都会有。那不管是他是信佛不信佛反正一到这种人的时候互相打招呼阿弥陀佛那对方不一定是信佛，但是他也是一样回答阿弥陀佛所以按照这个基诵来讲，虽然你在你的嘴巴上有阿弥陀佛的这一句话，但是你不一定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一样你是一个嘴巴上有不惑不惑不惑这个声音不一定是你是一个婆罗门佛陀这样讲。那接下来佛陀讲什么样的个性的人才说深深的婆罗门。萨杰霍蒂萨钦彻诺，萨钦彻诺就是有人和有人和，就是意思说贪嗔痴等的所有的烦恼。那这个烦恼是什么来的呢？执着六根六尘。所以如果有人变成执着六处但是呢阿金禅那无人和，但是他对任何的六处不拿起阿那达那，不拿起就不执着，对六根还是对六尘没有任何的执着。当阿含罗密布拉克摩诺，我说他是婆罗门。所以真正的，因为并不是你是从婆罗门家庭出生而住家，你的嘴巴上有不惑这个名字，所以
我们必须要教你波罗门。真正的波罗门是没有对六祖任何的执着心。所以叫做波罗门。那佛陀刚刚对他的比丘弟子真护波罗门表示，他的所有的比丘已经对六祖六根没有任何的执着心，所以他称呼他们是波罗门，这样的一个解释。那整个偈颂来说，我说波罗门非从母胎生，岂有出口成，但说出菩者若无任何执，我说婆罗门。那那些婆罗门，真正的婆罗门，那个从家庭出生的婆罗门，当然是疏于凡夫，没有成就这个修行，他们都是什么？去有出口成，已经拥有了种种的烦恼，种种的恶念执着，所以虽然是这种人从婆罗门的母亲被生出来，真诚的 不一定属于是波罗门，谁能够不执着六处六根，他是真诚的波罗门。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啊，377。佛陀在讲这个经文的这个发起经的意思也是一样，对一个那个时候收尾城那边有很有家庭的一个男生，他有一天去看某个团体雕物表演，那些雕舞表演的团体里面有一个美丽的女生，后来他喜欢，想要跟她结婚。他的父亲说：“你想要跟我们成亲，你必须要跟我们一起表演，加入这个团体。”到处都去，因为他对那个女生有这样的一个遗忘，所以他放弃他的富翁的生活跟团体去了。之后呢，因为他从小时候都是被别人养的，所以他什么事情都做不到，变成一个懒惰的人。那女生也不喜欢懒惰的男生，虽然已经结婚了，后来她生了一个小孩，生小孩的时候，小孩在哭，哭的时候怎么安慰她？赶快给我睡觉，你是什么都不能不会做的事情的福晋的恶者，你是没有用的用人的恶者用这种话来安慰这个小孩。那这种话被那个男生听到了，他很难过，就因为他太太一直介绍给自己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懒惰的人，不能工作的人，
为专线的人，啊，一直在讲。那后来呢，他很难过，因为我这么喜欢这个女生，但是这个女生最后对我这样的反应，他很难过，对这个爱情，对这个欲望，他已经失望了，就离开了。离开以后呢，回到基地原本的家，啊，那个时候家里的人把他已经忘掉了，放弃了，跟他的关系断绝了。之后回家也没有人欢迎，啊，那一个富翁突然变成什么都没有的一个人，所以他重新开始生活，啊，就一样加入一个团体。学习这种路上的表演，街上的表演，之后不久，他变成很有名的一个表演家，哦，跳舞的啊一个男生。有一天佛陀，啊，也听到这个男生啊，他非常的厉害，他可以哦，一般人做不到的啊，让人令人不可思议的那种感觉的表演。后来佛陀观察他啊，观察看这个男生，因为他的欲望心太强了啊，所以今天变成生活上受了不少的苦。不过他累积修的法的因缘，他有机会，他有。啊，承受的一个因缘，可以精神脱离烦恼症的生果，所以佛陀把去见他啊，跟他讨论，给他佛陀的教法。哦，他是说，因为他有一个能力，在天空上可以跳的。一样可以非常高的一个柱子上，用一只脚来站着，然后在那边，吊起来。那一样他什么爬上去的这个柱子呢？只有他那么高的一个柱子，只有碰到三个地方而已，开始的地方、终点跟。最上面，啊，佛陀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他就到这个，啊，这个事情，啊，不容易，心里一定要一种定力，所以他下面放松放弃了，才抓住终点。中间放弃了，再抓住上面，然后上面在啊，表演的时候，他也是一样要一个稳定的一个身体的问题，不能执着一个地方，不能抓住一个地方，才会站在中间。那佛陀用这个方法来提醒他，你现在。以前也是放弃，啊，前面也放弃，后面也放弃，前面也放弃了。现在你站在中间，希望你中间都放弃。啊，那这个比喻呢？那么有智慧的这个男生已经了悟到了佛陀的意思。佛陀讲，放弃以前的，就是什么？放弃过去的，啊，后面。放弃前面，意思是什么？放弃未来。那过去的也放弃了，未来也放弃，那现在站在现在，啊，当下。那佛陀讲，当下也是要放弃的，就是意思说，现在你当下的执着心也是放弃。那马上了悟到佛陀的这个教法。他能够在柱子上真的生果了，啊，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故事呢，那一天傍晚的时候，
很多比丘们集合到法堂，等到如来诸仙啊，给他们讲经说法。那时候他们在讨论今天中午发生的事情。那时候佛陀进来法堂，问比丘们：“你们刚刚在讨论什么？”这个时候把今天这个收尾声的符文的加经的男生开悟的事情。那佛陀因为这个事情，对那些比丘们讲了这个偈颂。那我们再看这个讲什么。Sabba Sangyo Janang Chetwa Sabba Yijie Sangyo Janang Shifu Chetwa 阶段。那这个 Sangyo Janang 这个 Shifu 呢，我们在佛经里面已经提到了有十个十节。那十戒就是我们十个降魔被我们被放进来包括这个身见啊、物命啊、贪嗔痴啊这些。所以十就是所有的就是等于是说这个所有的十戒十从十福。这段阶段有为呢 Paritisati 这个人呢确实不会有空怖放弃阶段所有的媳妇的人感受不到空怖，其实感受不到恐怖。为什么？那你看我们刚刚听的这个故事，佛陀对这个男生说：“你放弃后面，也放弃前面，那现在在中间，放弃中间，那我们如果我们的话会吓到。”你连中间都放弃断了，我做什么？在哪里？藏在哪里？这个叫什么？无所不住。《金刚经》里面也有这句话：无所不住，过去也不在，未来也不在，现在也不在，在的是执着。对。执着对过去的生命，过去的生命就是过去的污印执着未来的生命，等于是说执着未来的污名污印污印是什么？色受想行识，执着现在的污印。那佛陀讲放弃后面，意思说忘记放弃过去的对过去无因的执着，放弃前面放弃未来的无明的执着，放弃中间那放弃中间的说，意思说放弃现在对无因的执着那这三个地方都要放弃的时候，一般人都会感受到害怕那什么地方都不执着的话呢，接下来怎么判这样的一个。但是真正的了解这个道理的人他能够完全截断这样的束缚，其实这个不会有任何的
恐怖。Sanggaha tigang wisangyutang Sanggaha tigang 无处 Wisangyutang 盈利细腐了 Tang ang brumi brahmano Tang 是他 Bru ang 我 Brumi 说波 Brahmana 波罗门这样的人叫做波罗门那这个地方也是讲无作不执着人众生在生死轮回留在的原因执着还是不巴达的去做那他执着什么执着什么五音舌想手行舌舌手想行舌因为众生执着这个色音音的意思是什么很多的意思色法色就是我们都会讲这个身体但是这个身体的因素是什么滴水火风所以舌印就是很多很多的滴水火风的出合还有这个分开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的舌现在的舌未来的舌所以叫做舌印很多那滴水火风就是可以 分析非常的详细部分最后看不到的变成灰尘一样体可以分到灰尘水可以分担分开灰尘一样看不到所以这样的一个分析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一个祝贺那手也是一样手印很多的感受刹那刹那生灭的感受对感受的执着对乐受的执着对苦受的执着不乐不苦受的执着对乐受的执着我们叫做喜欢对苦受的执着我们叫做不喜欢憎恨不乐不苦的感受的执着叫做什么无知不知道那这个不知道无知什么不知道不知道他们的住现他们的生灭他们生就是某个意念所有感受的因就是处不知道因就是物质因为这样的因缘所以它会出现因为这个因缘接上了它所以它会灭这个东西不知道物质
那不管什么样的都是一样，这样的执着，然后享受啊，接受这种感受的每一个当下都有什么？我的概念啊，我的乐受，我不喜欢的苦受，我没有感觉的不乐不苦受，啊，我，以此人为又一个人。坐在这边受这个感受，其实真正的什么没有什么人，只有这个因跟果的关系而已。因为有除所有受，就是这样而已。那对想的想因的执着。想就是你的人事能力，眼根有人色色，所以叫做色想；耳根有人色声音，所以叫做声想；鼻根有香味的，啊，闻的能力。这个叫做想象，舌根有尝的能力，尝味道，所以叫做味想。身体还是这个皮肤有解除的能力，接触到啊任何的东西。所以这个叫做触相，啊，切住的触相，啊，一根有想，啊，一根有去想一个目标、念头的能力，一个事情的能力，即可以想事情的能力，啊，那这个事情我们做是把所有的事情。用一个话来，一句话来讲是法，所以这个是法相。所以对色想的执着、声想的执着、相想、想的执着、味想的执着、住想的执着、法想的执着，叫做想因执着。那心呢？心就是你。接受到你感受到那些思想为出发之后，还是你接触到色想、声想、相想、味想、住想、法想后开始想、开始思考，这个是色味，所以这个行印里都有色色味、声色味、香色味，啊，可以说色之色味、声之色味、香之色味，就是你闻到一个香味开始想，尝试之味。味思维就是尝到某个味道，然后就才是想，啊，住之色味，法之色味。那这个色味分开两个，好跟坏，恶跟善。好的色味叫做善行，坏的色味叫做恶行。那它也有果基的、现在的、未来的，所以叫做什么行因，啊，对这个行因的执着，然后五因的最后一个色因，意色的色啊，色因，色因也是一样，色是什么？有六色，
因根接诸色所有颜色，二根接诸声音所有耳色，鼻根接诸香味有鼻色，色根接诸味道所以有色色，啊，声根接诸所出所有声色，意识接诸法所有说意识，啊，一根接诸法所有意识，所以这个六识呢，刹那刹那生灭，六识刹那刹那会，啊，不动的阴影下会不懂的出现，出现的意思马上会消失，所以这样的意识。过去、现在、未来都还有很多。那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是这个当下真正是什么东西？这个是颜色。听到声音的时候，真正的什么当下？耳识。但是我们一直不会考虑想到这个是耳识，马上想到啊，这个是好听的声音，这个是人的声音。这个是尿的声音，啊，来了那种崩撇的心，这个就是无明的关系，啊，所以没办法考虑到它的原本的，原本发生的事情，啊，什么样的因缘会出现，所以我们一直认为我的眼睛看到这个，我的耳朵听到这个声音，我的鼻腔闻到这个香味。但是真正的是什么？啊，鼻根接触，啊，香味，这个香味啊，这认识到了，感受到了，啊，那这个鼻识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啊因缘的过程，对这些的执着的关系，所以一直感受到，感觉到是。有一个我的存在，所以有谁对有我的存在呢？啊，这个感觉的话呢，他有执着过去，也执着未来，也执着现在。所以放弃这种断绝这种执着，啊，截断所有的系缚，这个执着是系缚，断绝的话。他心里啊非常的自在，感受不到恐怖，这样的人才叫做真正的婆罗门，啊，戒断一切系缚，必觉舍不恐怖，无执着离系缚，我说他婆罗门，好，那我们看这个398的句首。那这个七颂呢，也是佛陀对两位兄弟啊讲的一个法，啊，也是在他们两个也是属于是婆罗门的啊家庭，然后在他们两个都做生意。他们拥有一些啊公牛，那他们养的牛是非常有体力的，所以他们有一天开始一个 PE 啊，一个比赛啊，看谁的牛有比较体力。
啊，然后一个人的由一个人的命运啊，把所有的啊，因为他们到海边哦，牛车上拆了很多沙堡，给牛车蜡啊，那些牛蜡的时候，他们的身子被断了。那这个时间后来比丘们啊在讨论啊，那时候佛陀说啊，用身体的体力来可以断绝这种肾，但是呢这个不是真正的解断绝神的身子的一个方法，用智慧来断所有的系缚身子啊，卸前的身子啊，就是有这个意思来啊，佛陀讲这个技术，截断那丁瓦拉坦彻啊，截断那丁瓦拉坦彻，截断截断那丁。皮带，瓦拉坦者，啊，奖赏，起，三大难，生者，沙努康。水面乌克特帕利干木丹乌克特帕利干拉竹蒜木丹绝Tam ahang bhumi brahmana， 我说他是婆罗门。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看起来一个，没有意义，截断所有的桨绳。皮带，然后蜡烛栓、门栓，那觉悟了，这个人是婆罗门。我们也在晚上、早上都会蜡烛家里门的栓，但是我们不是婆罗门，也是一样会断绝皮带，甚至。那这个就是表面上的意思，但是它的含义是不一样。那我们看这个啊，第一个讲的这个啊，臂带断绝臂带拿定臂带，臂带就是憎恨。我们内心的憎恨，瓦拉坦者，奖赏就是遗忘，遗忘，爱欲遗忘。那这个。憎恨跟遗忘也是我们刚刚讲的啊，遗忘就是喜欢的，代表喜欢的部分，憎恨就是代表不喜欢的部分。那他们两个都是这个地方用一个皮带的比喻来讲啊，皮带一个缰绳，那讲这个桨绳
也好，皮带也好，我们人用这个东西为了什么？它的用意是什么？把某个东西绑起来。所以众生随时都二十二个小时都被绑起来的皮带就是这两个，一个是欲望，一个是憎恨。等于是说喜欢跟不喜欢。我们的生命当中，几乎都出现这两个，喜欢的话想要拥有，不喜欢的话想要拒绝，一个想得，一个不想得。那从早上到晚上，晚上到天亮，整个生活都是这两个的。中间绕来绕去，你们看到小孩到公园去玩的时候，有一些可以玩的，两个小孩坐在两边，他会一个绕到右边、左边绕，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喜欢不喜欢的中间。为什么要这样的总结？一个都不想放弃，一个都不想放弃，所以要来要去，要来要去，都没办法停下来。所以忙碌的生活不容易停下来，叫生活忙碌的人停下来。不容易，因为这个喜欢跟不喜欢的中间要来要去，他们这个地方都是用他笔袋的皮来做名被绑起来。那第二个也讲三大难。也是圣者，这个圣者代表是什么？邪见、不正确的概念，不正确的概念。那这个邪见呢？我们什么样的去了解？见就是思想的意思。概念的意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思想，每一个人都有某种概念、某种思想、某种想法，每一个人都有。那些想法，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我们什么决定？在凡夫众生当中。每个人都自己认为、自己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所以一般人不容易搞懂正见跟邪见的差别。为什么？因为自己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那在佛教里面也有分开这个想、这个见这种见、这种思想分开两个，一个是正，一个是不正，真见跟邪见。那个时候佛教用什么东西来依靠什么东西来分别？那时候用道理。理论，那这个道理，这个理论呢，属于自然法，自然的道理，
自然法、自然的理论。自然法是什么？其实对自然法没有宗教的分别，宗教的分别没有国家的分别，没有文化的分别。什么人都可以接受的法，自然法。我们有时候叫大自然。大自然都是我们讲这外面看到的世界。那自然法是什么？就两个，生灭。生对生灭没有宗教的分别，什么宗教都必须要接受，必须要面对的。没有文化，没有国企的分别，没有时间的分别。不管是佛陀出现不出现，佛陀在世界不在世界，这个法公用的自然法。所以理论就是自然法，跟着自然法来看你的想法是对还是不对，将来分别正见跟邪见。所以佛教佛经里面会提到，你拥有这样的想法是正确的，你拥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正确的，邪见。佛教讲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很难断绝的，但是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理所当然的想法是什么？有我的存在。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想法，我的存在，这个就是最大的邪见。这个就是最大的邪见。这个邪见什么？过去也我在，未来也我一定会在，现在也我在。那佛教讲的真见是什么？无我相。你的思想当中有这个想法，没有一个我的不，没有一个我的存在，那你有正见。要记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还在邪见当中。这什么？有我的存在，我为他，自我为他。那佛教讲的正见是什么？没有我的一个尊才的想法。那如何可以达到了解没有一个我的尊才呢？这个时候在你必须要了解到佛教讲的因缘法。你感受到我这个想法，因为某个因，所以出现了一个果。有一点没有那个因，那个果会不见的。阿难尊者有一点对他的其他的比丘们说明，什么时候我们有我存在的感觉，有一个我的存在的感觉，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没有？什么时候有？意思说，什么样的因缘组合的时候，我有这个感觉，我的存在，
什么样的那样的因缘接上了以后，感觉不到我的一个存在。那个时候，阿难尊者的答案是一句话：取着，去，执着抓，乌巴达执着。什么东西执着？无因。无因，我们刚刚讲的无因，色、受、想、行、识，更一步的说，执着名色，执着名色。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又感受到我的存在，摸到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啊，我在。为什么你们那个去乐园玩的时候，从最高的上面一脚下来，马上下来的那种玩具啊，年轻人很喜欢的。他马上下来的时候，你记住吗？抓得很紧，哪一个抓？自己的身体，我尊在。被吓到的时候，吓了一跳，打哪里？打自己的身体。因为你真正的接触到你身体的时候，你感受到我尊在。这个就是什么？对色因的执着。你对色有执着的那个当下，我在。那受想行识也是如此。这其实这个分开的有解释，但是这五个都是一起来的。五因都是这，所以没有。执着的话，没有这个取，没有这个去的话，不会有这个我的存在。所以取就是因，感受到有一个我的存在就是果。那这个就是佛教讲的因跟果的关系，所以这你能够了解因缘法的话，那个因缘法也是什么？刹那刹那生灭，就是自然法。你执着的时候在，不执着的是不在；执着的是生，不执着是灭。你对身体的执着的时候，有我的是。那个概念是身，你没有接触执着在身体的时候，有我的那个概念灭了。所以这个时候什么呀？你特别注意到某个事情的当下，你没有我的存在呀。专心的听课，专心的听音乐，专心的看电视。专心做事的那个当下，没有我。为什么？你的执着另外一个事情，不执着那个部分，忘了我。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佛教讲的那个无我的境界，是塔凯的。你没有，就是我们一般人的解释来可以了解说。想到的时候在，没想到就不在。想到的时候我在，没有想到的时候我不在。所以我就是一个某个因缘执着的因缘下，诸生的一个念头。
但是我们都把这个念头看待很严重，很重，来代表整个生命啊，我的身体啊，这个身体来代表我，不是只有这个身体的持着当下我的存在，对声音的执着当下也是我的存在会出现。我们将注意很专心唱歌的时候，有人突然叫你的名字，你马上怎么样？回头回答，看谁叫我啊？这个声音，你对执着的这个声音，所以我存在了，我出现了。那如果你马上有人给你你的相片，啊，这是我。很多人团体合照的以后，所有的人当中你啊，这是我啊，那个是什么？人设，执着人设，无疑你都一个，说我存在，我的在。所以你可以，别人不能，你可以从小时到现在的每一个阶段的。相片认着出来，这是我，这是我，这是我，还可以，这个是我五岁的时候，这个是我四岁的时候，是二十岁的时候，还可以辨别说出来，啊，无因的执着，类似这样，每一次都因缘啊，某个因缘当下大会出现，那个因缘结上了主以后，这个会，这个就这种想法，以佛教的解释来讲。不正确的啊，邪见啊，那还有邪见的很多，也是不相信因果果报，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相信父母的存在，不相信来世，不相信生死轮回，啊，不相信过去有真的生活的阿罗汉，他们告诉我们生死轮回的，啊。过期的生命啊，他们可以告诉我们，终身设了以后，来世到哪里去呢？有这种能力的天眼天额的修行人啊，那有人不相信这样的话，这个也是属于邪见。然后我们对一些对很多东西一直在。生命的心里面有一个感觉，一直存在，不是只有我的存在，他的存在。为什么我们都会执着别人？因为我们的心中有这个人存在。我执着妈妈，因为我心里面有一个执着妈妈存在。但是真正的什么？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我一样，没有一个妈妈。所以《金刚经》里面讲。是什么？其实没有什么，释迦牟尼佛名为释迦牟尼，没有什么菩萨名为菩萨，啊，那个什么真正的不存在，只有我们提出来的一个名字而已，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啊这种想法，啊，不正确的想法。那我们在佛教里面提到了有这种邪见，有62个。62种邪见，啊，佛陀时代在印度，所有的民众当中，所有的修行人当中，有这样的6种想法思想，啊，那6种思想主要的可以分开2个部分，一个是断见，一个是常见，啊，常就是。永恒的意思，长长的意思，啊，断就是断绝，断绝。所以有些人相信这个生命是永恒的存在，有些人相信这个生命是来只有这一世而已，这一世死了以后就没了，断绝。啊，这两个是啊主要的
那些涉嫌分开的两个部分。所以佛教这两个看法都是拒绝了。佛教都是什么？因为有这个，所以有这个，这个道理。所以这边的生者就是那种十二，六十二种的邪见。那这个睡眠呢？睡眠也有这边啊，台标也是内心的一些恶念烦恼啊，有七个部分啊，一个是啊贪爱啊。这是欲望，啊，第二欲望水面，哦，然后第二个就是正慧水面，第三个是有爱水面，第四个就是慢啊傲慢水面，第五个是无明水面。第六个是邪见。水面，第七个就是疑惑水面，怀疑啊，疑惑。所以众生都在这样的身子上被绑起来，这样的烦恼。那下一段里头说 ，ukita paligan，ukita paligan 说拿出蒜，啊，这个蒜也是一样，一个闭蒜是什么？蒜就是把门关起来了，把门关起来了，用那个锁门了以后，就什么人都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出去，这个就是代表无明。因为无明酸指挥进不来，但是有人把这个酸拿住了，就拿下来了，开了，拿住酸，那最后怎么样变成觉不当，觉悟者，把那个拿住这个门。那个蒜变成嘴了，不当，所以断绝了皮带，等于说整回降生遗忘神血间水面啊，贪欲水面，憎恨水面，有爱水面，慢水面，无明水面，邪见水面，疑惑水面，这些统统断了。还有拿出无啊，拿出来了无明，他之后什么样？变成觉悟者，不当。这种人叫做婆罗门。断皮带一讲，其断胜所述，蜡烛算觉者，我说婆罗门。所以今天没有来上课，你把这个东西交给别人的话，别人都会笑。什么意思？表面上没有一个意思。好像断皮带的人是婆罗门，开门的人婆罗门，啊，这样的一个啊想法，但是他有啊一个含义，一个譬喻。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那我们看下一个的偈颂啊，那这个偈颂应该你们。不太喜欢听啊，不太可能会不喜欢接受啊，无法接受。
那这个讲到说啊，人入波罗蜜，人乃。那这个也是佛陀时，他有啊一位婆罗门啊，他是不行佛，但是他的妻子啊，太太有信佛，还有真的诸果的，所以他每一次都啊想要在家里供养三宝，但是这个婆罗门都会啊。不高兴的反应，每次都会批评他，会骂他。那这个句子有一个习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遇到什么样的痛苦，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他马上在力请佛。啊，念南无大士巴沟多阿哈多三藐三菩提萨。那这样的做法，让那个他的先生更生气那先生变成生气的时候，那个人又开始念了，气死了。所以每一次都有在家里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个机制，太太也是一样，每次都会讲，他供养的三宝，波多的弟子，怎么样的人？他们说就巴迪巴努巴格沃多萨瓦格桑果，苏巴迪巴努巴格沃多萨瓦格桑果，一直在讲这些。波多的弟子们，执行行道者，波多弟子们值得供养。佛陀的弟子们，事前的福田，然后这个婆罗门有一天讲，好，听你那么说，你觉得你的波提是这么厉害，我会去找他们辩论，然后打败，我一定会胜过他们。那这样讲了，就到佛庙，就问了七个问题。他一到佛陀，问佛陀说：“让一个人的生活幸福，一定要踏实的东西是什么？”第二个问题：一个人想要得到安静的生活，必须要踏实的事情是什么？一个人想要宁静的生命，想要踏实的事情是什么？佛陀对这个三个问题，用一句话来回答，就是憎恨、生气。那婆罗门正在什么呀？生气他生佛陀的气，一是想要踏白佛陀。他生气，他的妻子一直想要他拍他，所以他的生命怎么样？不幸福，他的生命没有平静，没有快乐，所以佛陀马上给的答案，当下婆罗门能够开发智慧了。本来是到佛庙的目的，他拜佛陀跟僧团，变成一个圣者。结果呢，他被佛陀打败了，经佛陀的教法开发智慧，皈依三宝变成佛弟子。因为这个事情都讲这个偈颂。악고상 와드 반드난즉 악고상 마 와드 반드난즉 这个有两个字，一个是瓦德塔萨，
啊，蛮的男子啊，西服绑起来。阿鲁托尤提提克提，阿鲁托不为难，啊，一直在这个不给人家任何的难处。有他弟弟可的人手，看地不浪耐力啊，就是忍辱啊，忍辱，你一直在修忍辱耐性，你培养耐性的时候，他会自然而然变成一种力量啊，耐力，看地巴拉，巴拉你看，强力争实啊，那这个看地巴拉，这个耐力变成什么样一个强力的真实啊，一个清退一样。那如果他的力量不强的话，那你没有这个人手的能力。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有人骂你批评你，有人骂你的时候，他的方法是什么？伤害他，他伤害你的内心。你被骂的时候，心会受伤，你的心会受苦、痛苦、不愉快。别人从别人的嘴巴那边说出来的词，做出来的那些话，变成一个一种词一样，情绪你的心中伤口痛苦的，这个是过伤，骂，被骂的时候感受，我的班的呢，他傻，绑起来。他到你的身体，这个做什么呀？身体会受伤，麻的时候心受伤，大的时候身受伤，身受心神都是受苦痛苦。这两个地方的痛苦当中，内心的痛苦不容易洗掉，不容易不见，身体的伤口擦药可以恢复了，身体的痛苦给他勒手可以解决的，内心的痛苦无法啊马上解决的。很多人的习惯是什么？啊，习惯是一样骂回去啊，这个就是把自己的伤口恢复的方法。这样比较舒服，他骂你两句话，你骂回去四句话啊，伤口比较好。教你一句话都不用讲，伤口越来越大，没办法恢复了，没办法康复。你自己想，你马上伤口
变成龙胆，还是他要变成恢复的？内心的伤口恢复的唯一的方法，慈悲、慈爱，没有别的方法。啊，在法基经的第二个还是第三个哦，乃为的那为让你三曼提的古达阿那，用憎恨来不能消灭憎恨。用爱心来啊，还是用不憎恨来消灭憎恨？你如果用憎恨心来消灭憎恨的话，这个憎恨越来越多。啊，如果你用爱心来消灭憎恨的话，它可以消失。那，按照这个寄送的内容来讲，如何被骂的时候、被打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反应，第一个，阿杜托不为难，啊，不会，啊，不为难，就是不生气呀。不会生气那个人，啊，这个就是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啊，歌里王故事的影响，《金刚经》里面会提到的，释迦牟尼佛谈歌里王的时候，啊，因为那一天发生了一些事情。他的公园有一个修行人，所以格里王跟他的王后们去公园玩，刚好这个公园那边有一个喜马拉雅山那边下来的修行人，那是国王一段时间玩一玩，然后休息休息就睡着了。所有的王后们都客人啊，因为国王睡着了啊，只有一个人在国王的身边，其他人都逃出自己自由自在的游戏。然后那个旁边的那个女人气吐了，其他人都可以自己玩，我没办法，因为我要照顾他。好，我们给你们难看，因为国王睡觉的时候，他的头在他的啊这个脚上面，所以这个人呢稍微掉一下自己的脚，让国王起来。国王起来了以后，看到旁边什么人都没了，去哪里？然后说他们都是去那边有一个修行人跟他们听法，就生气了。所以后来他的生气啊，国王生气想去骂他，那骂的时候那个修行人说，你骂多少没关系，我不会骂你，因为我的我有慈悲。然后国王叫他的旁边人就打他，那个时候修行人说，你打我没关系，我不会打，我有慈悲心。那后来叫他们拿一个剑套来截断手，那阶段收了以后，问他说，你还在慈悲吗？没做，我的慈悲不在受伤。
那国王认为，因为刚刚截断是右边的手，国王认为他的责备在左边的手上，所以剪了左边的手。然后你还在慈悲吗？有，我的慈悲不在手上。啊，国王仍然已经在脚上，所以怕两个脚也剪断了。你还在慈悲吗？我的慈悲不在我的脚上，那我的慈悲在我的心中，那就颗粒完就磕掉他的心脏。啊，那个时候因为这样的受伤，他死了。死的时候也是对国王没有任何的为难，生气、不高兴。啊，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忍辱波罗蜜啊，修行忍辱波罗蜜的一个故事。这个就是他完成他自己的忍辱波罗蜜的一个事情。因为连他的生命都为了培养慈悲，为了忍辱，放弃了。啊，像这个毒王里面的一样啊，就把他手脚都断了，但是对这些人没有任何的为难。他什么样，滴滴克滴忍受。手忍手，这个人寿呢，也是诸佛的教法。我们现在比较热门的诸佛的教法是诸恶莫作，不要做任何的恶。工商，这种诸恶莫作，中常奉行，那最后讲这个就是所有佛的教法，那一样还有，另外一个偈颂里都也讲，培养忍受忍辱也是。诸佛的教法，那这个是不管是佛陀在不在，有修养的人必须要培养的一个德行，拥有的一个德行。人没有人手，没有人入的性。这种人生命当中会遇到不少的苦，这个人受呢，并不是只有接受别人的为难、打扰，连自己生命当中的所有的困难。痛苦那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一些关于这个人寿的部分人入才分开，说面对事情，接受事情这个是人寿，他的想法是逃避。抛掉，不接受。你要面，你有事情要面对的时候，你找人替你面对，那这个不是人手。你一到事情的时候，不免都抛掉，这个不是人手。学佛的人，生命当中的。苦乐都要忍受，不是只有苦忍受，
乐于要忍受。那这个忍受并不是享受，忍受乐并不是享受乐，忍受乐是面对接受的意思。面对接受乐手的意思是什么？知道生命的乐手因为某某个因缘而得到的，我修了善，我做了一个好的事情，所以我今天有这样的一个乐，一个快乐。用这样的因缘法的理解当下面对这个啊。那享受的时候没有这样子，享受的时候什么？不考虑因缘的关系，只有考虑我在享受这个我的快乐啊，这个不是忍受。痛苦的时候也是一样，用因缘的关系来面对它。那这样的忍受一直在培养努力当中，培养用功的培养，它变成一种力量。这个忍受的培养，乃忍耐的培养，耐心的培养，要从小时候开始，一辈子都要培养出来。它没有一个时间的限制。我们的人类的故事，人类的历史上，因为没有培养忍受，所以发生了很多不幸运的事情。中国历史上三国的时代，没有忍辱，所以战争了。之后呢，民族国家在这个世界出现了，这个时候发生的第一世界的战争、第二世界的战争，都是什么？没有忍辱没有这个忍辱的所以才会发生。没办法接受别人的批评别人骂你的时候，你好像感觉到少了一个东西的样子。他都拿的你拥有的一个东西。别人骂你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好像那个人带走你的尊贵的东西。怎么讲？什么尊贵的东西？就是面子你的自尊啊。积极的自我越来越大的时候，自尊呢？越来越大，自尊越来越大的时候，这种人通不通就会生气那这些人无法培养忍受，即使真正的培养忍受的人，也是这种人。那这个耐心忍受呢培养到一种力量有这种力量，你可以面对生命的一切问题可以让你的生活过得很幸福很平静很快乐。但是我们一般的社会在社会上一般的人当中有一种概念，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去一个人的忍受难行是一种，一种不好的习惯。好像这有耐心的人变成谈之不谈的人，很多人会看不起他。你骂我的时候，我会忍辱。你不要认为我怕你，你不要认为我的担子不大，可以麻回去。你骂我的时候，我再安安静静的，这个就是我的修养，忍受的修养。所以，但是一般人一直认为他对我有这样的一个害怕的感觉，所以他安安静静的。另外一个有人会说，因为他们都是尊重我，所以我骂什么我讲什么他们都安安静静的。所以有些人不想有这个忍受，没有人手的人，游览口一样，游览口看到另外口，马上咬下去了，开始嚼的，一只狗嚼另外一只狗的，那只狗也不会听的，人手它也开始嚼。如果它去咬它的脚，它也一样会多嚼它的脚，咬它的脚。没有认手，没有认主，没有这个力量。然后有些人还有另外一个想法，一到有修养认手的人，这种人认为这个人好欺负，可以欺负下去啊，欺负他到底啊。但是也要知道，这样可以欺负下去的人，你一直欺负，你欺负一步，他会回头两步；你继续欺负，他一直一直回扑。但是要知道，有一点他一直会回到一个墙皮，不能退的，不能回扑的，到了红线，那就开始会爆的，那所以欺负的人啊，被欺负的人，因为他有修忍手。如果你发现那个人一直在欺负你，他知道你有忍手，但是呢，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个。你这一次人手到什么？到一个接触到墙壁而已，接下来要恢复了。有一天，一个龙从龙空到人间，说八关再见，然后在他自己受了，在一个树下，一个人，就是受戒不伤害任何的生命，他就是这样过的。刚好那一天从，村庄里面来的一些女神，他们找一些木材，淘的木材很多，要带回家。去找绳子可以绑起来，找绳子的时候怎么样，遇到了一个很强的绳子，赶快把它
拿来，把所有的木材绑起来抬回去了。到了一半的时候，他们觉得很重，所以放下。放下的那个时间呢，他们在休息。休息回来的时候，原本的被绑起来的，绑着那个木材呢，整个解开了，绳子也不见了。原来是这个绳子什么，从那个龙宫那边来的龙，眼镜蛇。他们认为它是一个绳子，所以把它绑起来。那现在全身都痛了，被伤害。那后来，他遇到了一个法师，跟他讲：“我是龙空那边来人间修行的，收戒的一个龙，但是我现在被那些乡下的女人绑起来，她的木材。”我的全身都痛，他以为说我是一个孙子，因为他是守戒嘛，不伤害任何的生命啊。那个法师回答说：“其实啊，你至少那个时候让他们知道你是一个蛇，他不会这样的对你。”那蛇怎么样让别人知道它是蛇？要自己的嘴巴打开，要打下去的那种反应。还有这个，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婆罗门，嘴巴一直念啵啵一样，眼睛是会这种簌簌簌簌簌这样的声音。你发这个声音的话，没有人敢赶紧靠近你。那这个什么培养人手的人的心，一直一直被欺负，欺负到墙壁红线以后，你至少要一个舒服的反应，表示呢你的修养好，不是我怕你接受你的想法。所以欺负的人也知道人这样的接受人手，因为并不是怕你，因为不是这个你讲的道理是正确的，这些都是不是，都是什么？因为他有培养人手的人辱的这个修行法门，他的修养好，那培养到这样的力量变成一个清退一样，这个强力震慑情对一样，随时都会出现，面对，不会，这个要来要去，东来东去，很固执的。所以，这些人去哪里都可以过得很幸福。所以佛陀说：“他们阿含罗密布拉曼呢，这样的人，我叫做婆罗门。”忍受麻与打，而不为难他，乃力降尘世，我说婆罗门。所以佛教的弟子，佛陀的弟子，自己的修行过程当中得到圣果，变成阿罗汉，他们都有这个忍辱，所以生命当中有忍辱的人，面对生命的苦、生命的乐，都是同样的心态，会面对、会接受、会处理、会放下。不会放在心里，放在心里就是意思说没有放弃，不在心里，不放在心里就是放弃了。
藏在心里的话，这个伤口呢越来越大。那痛苦的人是你自己，看到那个人的时候也是受伤了，听到那个人的声音，声音也受伤了，接触到那个人的声音也那个的时候也是受伤了，跟那个人在同一个场合也是受伤了，回家睡觉的时候也想到受伤生气了。那个人呢过得很好，他一点点没有这个部分。所以真正的伤害自己的人并不是那个人一下子而已，一下子骂你而已，你一直把他放在心里面啊，他变成是一定自己受伤啊。讲一个，有一个故事里面讲，一个小孩回家跟爸爸说，某个什么东西骂我笨蛋。那他从被骂笨蛋以后，就他心里非常的不高兴，为什么他骂我笨蛋，我不是笨蛋，我会读书，我不是笨蛋，我老师也没有教说笨蛋，为什么他一直叫笨蛋，他一直骂我笨蛋笨蛋。那回家路上的人也讲他骂我笨蛋，跟好朋友讲他骂我笨蛋，如果他现在的话会 FB 上写那个人骂我笨蛋，回家也讲跟爸爸妈妈讲骂我笨蛋。然后妈妈爸爸问他说，他骂几点，骂你什么时候，今天下午一点，那现在回到家里其实五点，那你骂几时，他骂一时，那你从一点到五点讲了笨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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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次，很多次，所以真正的被你骂不是他骂你，自己骂自己。你想到笨蛋的每次都你变成真的笨蛋，那个人讲意思而已，你自己已经心中恢复了。所以因为别人的行为自己受伤，自己没办法忍受的话，受伤的人是自己。好，那我们今天上到这里。愿以此功德增长福与慧，愿以此福德饶益修行，愿以此慈慧劝法得涅槃，愿以此功德增长福与慧，愿以此福圣行，愿以此智慧见法的涅槃，愿以此功德增长福有，愿以此福德饶益修，愿以此智慧见法的涅槃。沙度沙度沙度。